现在呢，这个饼干挑战这个真的是太难了。我刚刚在旁边都替他捏把冷汗，真的是，因为我想说刚刚那个步伐他怎么可以跟得上？对，因为这个其实踢踏舞它是要底子的，然后更何况这一种舞种呢，它又不一样，它的上半身要很挺，然后呢整个要用提气的状态来让这个脚步更灵活。对，这个非常的难，这个难度有多高问蓝波老师就知道。对，而且它有一些限制，像我这种腿短的就不太适合。啊，真的吗？分不太出来脚尖跟脚跟跟踏地的。我觉得其实难度是在于它的细腻度，它不但是脚尖要单独可以使用，脚跟可以使用，重心的转移之外，还要有独特的对于节奏的稳定性。真的，我觉得这个不但是诚意到，爱意到，我觉得最重要它的功力也到了。对，有人会现场会感觉到，哇，可以把这么难的东西做得这么好，看起来蛮吓人的哦。我还蛮吓人，他后来认真，我有点吓到了。真的哦，真的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先看一下分数，我们再来聊。来，首先我们看一下饼干的分数：五分、六分、十二、十四、十六、十八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三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十八、二十九，哇哦，二十九分，哦，相当不错嘞。谁？又是谁？是谁啊？谁？他没有表演跟小鸟有关，因为他刚刚哦，哥哥爸爸唱错了，歌词唱错了。他哥哥爸爸，哥哥爸爸，他女婢。那你唱一下正确的歌词听一下。走吧，走吧，哥哥爸爸。哦，对对对，不是不是，这个我要我长大。没有没有，我觉得他这个，我认为饼干这个唱错歌词是可以原谅的，真的，因为他是外国人。对，夏克立啊，外国人他对于中国的一些文词啊，他是搞不太清楚。所以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，但是他这个地方是可以原谅的。老婆觉得是对的，因为他其实从头到尾根本不太会唱这首歌，他也没有唱过这首歌给我女儿听。对，所以他可以愿意学，然后很认真把它唱出来，其实我觉得是对的。如果这里还有一个证人，是的确的，我跟他这边也出示了证人。来，我这边跟他，我跟他主持节目好多年了，是他到现在老婆跟萝卜还是搞不清楚。他一直以为他老婆是萝卜。不要再讲，我给六分了。好，三十分，分了，满分。饼干要哭了。我再讲一次，我再讲一下，因为其实刚刚那个演出，我会感动，是因为我会觉得是我老公送给我的一支舞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很有诚意。对，然后他跳的又好。我一直有个疑问，那个夏先生到底唱歌真的唱那么烂吗？烂透了。原来是这样，对，所以这点模仿很像，淋漓尽致啊。对，真的模仿的很像，因为我老公真的五音不全。好的，所以呢，这一段精彩的表演，饼干获得满分，恭喜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参赛者。好，让我们欢迎大凯。哇，好有气势哦，有吓到我了。红心跑大哥，好像哦。哇，我好欣赏你哦。以前七小福的时候，哇塞！而且这次呢，模仿是这洪家拳，是吧？是，刚好是这个叶问里面的其中一集。对，哎呦，怎么会有这个 idea？ 那你该不会合作这个达人是武术冠军吧？哎，我合作这个达人很特别，他的表演就是我以前有跟他一起表演过，然后看过一次之后，我就在想，我应该会有一天有机会可以跟他合作。而且呢，这也是这个大凯呢第一次的这个新角色。对，而且我好像没看过人家模仿洪金宝，所以呢，今天就来看一下你的表现。来，大凯，将和咱们魔王洪金宝分身的大凯一同演出的，便是这位吊钢丝的达人李良豪。第一次挑战吊钢丝的大凯，又失败了。而第二次挑战呢？哎呦喂呀，咱们道具给你弄坏了，当然失败了。你有这个感觉？好，好，就拉起来，好，好，来，一二三。究竟咱们大凯能否挑战成功呢？功夫钢铁人，为了生活我可以忍，但是无中国武术就不行。我是洪金宝，呼拳，呼呼呼，哈拳，哈哈，台湾拳，闪闪亮亮。哎呀，我输了啊！但是我不会喝酒嘛啊！那我先走了，请。大家好，我就是地球表面最灵活的胖子洪金宝，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香港电影。那早期呢，我们香港电影其实预算很低的啦，随便呢一个危险镜头
从十二楼往下跳，啊，下面就铺两张报纸，我们就跳了。而且那个报纸呢，还不是保护我们安全，他们是怕把地板弄脏。但是呢，其实预算低的电影全世界都有。第一集的钢铁人你没有看过吗？其实预算很低的了吗？钢铁人呢，啊，有没有灯了？请。钢铁人很简单的吗？哪有那么多电脑特效？电脑特效很贵的吗？好，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洪家班的特技师傅。香港电影呢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武打镜头了，武打镜头很重要了。那我很会打了，观众不知道我出拳的力道有多大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要先擦一点粉在手上。这个粉呢，不是普通的粉。这个粉是痱子粉，我等一下打出去的时候，打到他脸上，喷的满脸都是烟呐，啊！重点是还有音效跟着走，音效一走呢，观众就会觉得拳很有力了。准备好了，一二三 ，Go！ 你搞什么东西啊？我打一拳，你配三拳的声音？还好他有翻下去，不然观众以为我假打。那今天难得来台湾啊，重点是要宣传我明年的新片《功夫皇帝钢铁人》啊！我简单跟大家描述一下剧情啊，剧情很简单，我是好人，这个人是坏人。等一下呢，我追他，追到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呢，他就想尽办法跑走了。准备好了哈，五、四、三、二 ，Action！ 哎呀，你好坏呀，你要去哪里呀？哎。说过了吗？拍电影没那么好拍了啦！谢谢大家。对，老师练了很久吗？四年。哦，这个练了四年了，很难，对不对？这个难度很高，而且它难度高在于它要是失手，哇，没有任何安全措施，他完全身上什么都没有。那你当初为什么不练这个呢？你是有多想他失手？我就担心的不是淘汰赛了。哦，对对对。不过老师，你刚才那个武打的动作也蛮厉害的，那你有没有大绝招？刚才没秀出来，有没有？我准备一小段啦。哎呦，有一小段，那就现在来了啦，好不好？来来来来，给老师掌声一下哦。最后的大绝招是有点高空弹跳的。